再办这事啊，不许。明白明白明白。啊，明白明白了明白了呀，明白。下不为例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本官呢是个不贪财的官啊，这做官呢就得要做的啊有影响，有威望，对不对？县太爷那是明镜高悬呀。你是？你二人状告他人可有证据？这无凭无据的，你让本老爷怎么给你判呢？啊，老爷，那四个人没来小店之前，我媳妇儿她好好的，可自打他们闹完事之后，转过天儿，我媳妇儿就死了。就算我媳妇儿是自杀，可您说，这跟他们能没关系吗？哎呀，刚才仵作都说了，你媳妇那是溺水身亡，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，对吧？那没准呢是一不留神，哎，失足落水也有可能啊。你干嘛非得跟人家扯上关系呢？哎，除非你有确凿的证据。哎，这，哎，还那个那个那个王老头，你家的那个药铺着火呀，我派人已经查过了啊，分明是你年迈糊涂用火不慎造成的。你干嘛非得赖在别人头上啊？哎，老爷，那死人横行霸道，您不能不管呢。大胆！这大堂之上岂能容你们俩在这胡说八道？大通商行乃是定远县的合法商家，哎，就凭你俩空口白牙，让本老爷怎么判呢？啊，这无凭无据，他可就是诬告啊！这诬告要挨板子的，知道吗？大人。我家死了人，这人命关天呐！行了，你让人听好了，本老爷宣判，因证据不足，不能定夺。老爷，您不能这么判呐！是，您得问民申冤啊，老爷。老爷，放肆！本官念你俩是无知的草民，赶快退下！再敢多言，重打100，退堂。老爷冤枉了，老爷！老爷冤枉啊！您不能这么判的，老爷！哎呀，老爷！我媳妇儿死的冤呐！哎，连黑白都不分了。以后咱们要是碰上这事儿，上哪儿去说理？就是，哎，认了，认了吧。媳妇儿，我不能跟你申冤，我何去何用？见过县太爷。我说，你们几个胆子也够大的啊！人家原告还在大堂上呢。哎，不是，你这被告就到我后衙来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不许再办这事啊，不许！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啊，明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呀，明白。下不为例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本官呢是个不贪财的官啊，这做官呢就得要做的啊有影响，有威望，对不对？县太爷那是明镜高悬呀。你是两袖没逢，执法如山呐。哎，你是，哎，你反正是个好官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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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说了，那你们走吧。告辞了，告辞，告辞。这不找张妈，我这事儿过不去啊。张妈，张妈，谁呀？你死！哎呦喂，老四啊！
你这两天死到哪儿去了？啊！灰头土脸的，你看你葬死吧，真是的！快点进去。啊，好，好。脸上笑嘻嘻的，不是个好东西，真是的。有什么事啊？做鬼啊？说，这几天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前两天出了一趟城，看了一趟远房亲戚，没事儿。这么多年了，没有听你说过啊？啊？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，男的。我不愿意跟他们来往，人不正经的，跟我不是一路人。不正经就不要来往啊。哎，是是，张妈，全天下我就听你一个人的话，我你放心，我不会变坏的。真的啊，就听我一个人的话。哎，皮武的话呢？嗯，他的话我才不听，他总是画张饼勾着我，一点实惠都没有。快喝点水吧。哎，不对啊，你到我这儿来找实惠啊？不是，张妈，我这没变坏。我是说，打个比方啊，假如啊，我说万一啊，万一我要变坏了，你帮不帮我？学坏了？万一。哦，帮我当然帮你了。啊，俗话说得好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呐。哎呦喂，看你这身脏的。张妈，我就知道全天下就你对我好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我欠了别人五两银子的赌债。什么？现在人家追着要杀我，你帮不帮我？帮！我就知道你对我好。我拿绳子把你绑起来，我暴打你一顿，我给你钱，我给你钱，给你钱，给你钱，给你钱。我打完你以后，我交给那些追你债的人，再把你绑起来，再多打你一顿，再剁掉手指，再饿你几天。我看你这不学好的你怎么想到学赌钱了？啊？你怎么想的？你就是这么帮我的。是啊，要是你要是没钱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回来，没有钱你就走了。你看你那样子，灰头土脸的。我去打盆水给你洗洗脸。不要走啊，我再去烧点饭，饿不饿啊？我这心都已经被伤了，回头我也活不了了。就算我想过，人家也得把我给杀了。我洗什么脸呢？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呦喂，你真是把我当钱庄的票耗子，你怎么想的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太太呢？买点菜吗？买肉喽！太太呢？买肉！哎，新鲜的菜啊！哎，大婶，你买点菜吧，这个。啊，买菜。老婆，咱们买点菜吧。卖菜嘞。现在菜不买就没了，哎，玉胳膊，南阳的玉胳膊，买点儿，哎，南阳的，没有了。哎，我说街上怎么没人买东西啊？老四，别喊了，喊也没用。这城里有钱都去赌，没钱吃饭了。就那四个人，可把定远的钱洗光了。走吧，赶紧收摊吧。我走我也不是个辙呀，我这走。我要再弄不着钱，我这命都没了。我还是到街上去卖吧，要是谁不买，我就跟谁没完。哎，你说，我这么一个老实人，我都被逼成这样了，那狗急了它还咬人呢。哎，看看谁敢不买。我上哪儿去弄这五两银子呀？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哪儿弄有？老伯，这腿脚不利索，来来来，我扶着您点啊，慢点慢点，小心小心啊！多谢啊！哎，老了，再加上头些日子受了点伤，哦，没事，你忙你的去。您这年纪大了，这伤可得好好养着啊！养什么呀？都快完事儿了。您可别这么说，我看您这身子骨硬朗的很。
正好啊，我上了点补品，我拿给您试试哈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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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买不起。别，你买不买的你看看再说，你别走别走，你等会儿啊。老婆你看，来，你这不是萝卜吗？什么补品呢？这可不是普通的萝卜，这是南洋玉胳膊呀！您吃完以后，这肯定是健步如飞呀！这正好，我今天贱卖，这些全都给你，五两银子。什么？一筐萝卜你要五两？我这个不是普通的萝卜呀，对吧？我这是南洋玉胳膊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别不识好歹呀！哟喂，你看我老头老了是不是？啊，你想欺负就欺负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是开药铺的，什么样的药材、补品我没见过呀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萝卜我会不知道？嘿，你别走，我也跟你说，我这个不是普通的萝卜，你找错人了，想讹钱的，我没有。嘿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儿你要买了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；你要是不买的话，那没完没了。走，你家在哪儿？我给你拿钱去。走，拿钱去。好啊，这城里人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我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伤着自己不合适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动手。我是活到这么大岁数，你活不了，我也活不了了。我就别动手了，你买我点萝卜吧。给钱，要不然我也活不了了，我也没法活了。你。买点这五两银子就行了。五两银子，买，再买，你必须买，你必须买。硬的不行，只能来软的，要不然他们不会给钱。笑明白了。几位老大都在呢。那个你欠的那个赌债我还没凑够，凑够了我到时候马上给你们拿过来。女子，哎呀，相的不错啊，这个请你吃肉还想吃？萝卜我都快吃不上了，我哪还敢想吃肉啊？我想都不敢想。那你欠我的钱。大哥，我就凑了这么多。要不你先拿着，没凑够娘啊！你说，你欠我的账不要了，两清了，我还请你吃肉。不要了呀？吃肉？吃肉？不，老大，你听我说，我欠的钱我一定还，你别逼我，逼急了我也是个不怕死的。呀，尼斯，你真有出息！你不但会欠账，你还会讹人来的，讨厌！我请你吃个肉，你咋还不怕死？请你吃肉，真的，走，走吧！我的东西，哎，真厉害，没人要，走。坐下。不用了。让你坐下你就坐下，这又不是老虎凳。坐下。坐，我大不了就是个死。让你坐下就能死呀？今天跟死没有关系，跟你欠的钱也没有关系，今天跟你要过上好日子有关系。咋样？跟着老大干吧。我跟着你们也不成吧？哎，我说成就成。哎呀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当时你挺猛的嘛。都看见了。意思，从今天起跟着我干，我保证你天天有肉吃，牛肉。哎，你这个前途很光明啊！还不快谢谢老大！你怎么还坐着？还不跪下？跪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，以后都是自己人了嘛。老三，给交代一下明天要干点啥，走，吃饭去。走。坐着吧，长妈，我这真是要学坏了。别想了，
时候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啊，睡不着啊，一闭眼啊就看到核桃伤心的眼泪。别想了，那些恶人啊迟早会有报应的。就是报应来得太慢了。好了，咱不想这个了，睡觉了啊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，四哥这两天天天回来特别晚，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屋里面，问他怎么了他又什么都不说。甭管他，到时候他就捅春眼了。他这人就是毛病，不借棺材不掉泪。哎，让他吃点苦头也好，再说了实在不行那还有张妈管着他，他最怕张妈了。